超度，这是最简单。那你不要说这样，那这一本就不用看了，那你太浪费了。你因为你读的越多，力量越大。这里面还包括把地狱给打破了。既然要同样布施七歌米，我可以让地狱的众生来。那你在澳洲做了这么大的功德，那你事业顺不顺啊？这是自然的道理。但是有人问我说，师父，我照你的想法去做，为什么事业还不顺？你一定有破戒啊，你可能对不起你太太吧，所以各位，你要做善事，首先要持戒，你要守规矩，你要把戒律守好，你再去做。好，第十一页翻回来，第十一页，甘露施舍，不分在家出家啊，我必须强调，因为很多人啊，师父，我师父说我没有功德做，做了鬼请不走。我说你师父也不见得有功德，因为不是出家就有功德，是持戒有功德，是慈悲有功德。所以千万不能把认为说这个超度啊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，你交钱就好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不好的思想啊。因为佛陀在经典，我特别把经典举出来，若有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就是三宝弟子，在家的优婆夷是女众，包括小朋友做最好，童男童女，因为任何众生都不会怕小朋友，他很单纯，所以小朋友出来做啊，那些老鬼啊，那些痛苦的很孤独的鬼都会赶过来吃。大人出来做有时候他会怕，因为大人有时候身上自己都有鬼，当你嗔恨心很强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敢过来啊。就像那些流浪狗会怕人，那如果非常爱小狗的，他好像不太怕你。所以童男童女小朋友做最好，即诸人天。那佛陀也希望所有人包括天神都要慈悲，欲欲受持此方便法，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众生，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。来，我们开始念。来，南无佛陀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，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，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，南无一切龙天善神，愿以威神加哀护助，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，以三宝威神力故，悉至我所。好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最好做一个观想，就是说你要观想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或是观世音菩萨啊，你不要用一个性感的女人叫鬼来哦，所以意思是说你要把自己观想成观音菩萨，这样力量就很大，这个对你心帮助很大哦。我变成观音菩萨这样，所以以观音菩萨的力量念咒，有一个特点，念咒不是用你的心念，念咒是用佛的心来念，就是说你念大悲咒你要变成观音菩萨，你念药师咒你要变成药师佛，要有这个想法，这个叫咒啊。所以咒念咒的人本身要有这个承担，这个叫佛曼，在密宗叫本尊想，你要变成，你念绿度母你要变成绿度母的心，绿度母的外表，绿度母的声音，这样去利益众生，那这样自己也会很快乐。为什么？那时候你没有烦心，没有烦恼，那个时候你跟绿度母合为一起，所以要有这个观念。一个人修行一定要每天进步，超越自己代表你在进步，不要让你周围的人发觉你同样的错误一直在犯，代表你没有在修行，完全没有。你说、我药师经念了五万遍没有用，因为跟你没关系，这个佛法这个法就要跟你的身口意合在一起，你既然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像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在做的事情，这才对啊，同行同愿，而不是利用阿弥陀佛跟我没关系啊。所以各位要一直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提升，当然提升最好的方法是让佛菩萨融入在你身心里面，或是你让你自己完全融入在佛菩萨的身口意，佛菩萨的心，这是改变最快的方法。所以才会说念一下老实念佛啊，一心念佛，融入佛陀，佛陀在我心。所以不要用你的想法来做事，要用佛陀的想法来做事。
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想法来做事情。你要这样练习，每天练习个半个钟头，那练习久了变成天天都在做观音菩萨的事情，这养成习惯。再来，所以大家观想自己变成慈悲的观音菩萨，破地狱咒来。嗡切拉帝耶萨婆诃，嗡切拉帝耶萨婆诃，嗡切拉帝耶萨婆诃。翻过来，自具如来心破地狱，就是说，你念这个咒的时候，整个被关在恶鬼城啊、树里面的啊、关在地狱的啊，他们的对马上化为灰尘，就是不用被关了，自由了。所以我每次到树的地方，我都会念嗡切拉帝，石头啊，这个石头会压了很多很可怜的众生，这个石头变成灰尘了，它才有自由的一天。所以每次看到那个大石头，就会把它打破掉，观想，不是那个石头真破了，而是解除他们被关在里面，叫孤独地狱啊，啊，所以来。那么阿舍扎斯帝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唵支那那沃婆悉帝利帝利吽。好，平常你可以念三遍啦，这个咒比较长，所以你如果你要练习，就反正澳洲有时间嘛，啊，各位就多念一点嘛。再来普招请，来右手拿出来。第一支按的第三支，这个手印学一下，然后念的时候要这样绕，你的手不是你的手，这个时候是观音菩萨啊，你的手指头放出观音菩萨的白色的光，把他们拉过来。比如说你家住广东，你在澳洲，你要观想那边啊，所以我们想到非洲，你要观想那边，所以佛法无边哦，按照你的心交给观音菩萨。招请地狱道、恶鬼道、他方世界，啊，你要这样绕，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坦那耶多耶，那么波波地地切，然后你要边想，哦，他们都一直进来，不是进到你家，因为我们念的时候会观想外面有一个大坛城，就像莲花一样，他们都进到这里面，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坦那耶多耶，来跟我念一次，那么。那么波波地地，波波地地，切里多里，切里多里，但他也多耶，但他也多。好，你们回去慢慢念。这个时候你们不用念，想好不好？最主要是想，叫观想。金鱼，你想得到了；无尾熊，你想得到了；原住民想到了；中国、美国、非洲、地狱，你想得到的。越多人想，力量越大。来，普招请。南无波波地地切地多地那那耶多耶，南无波波地地切地多地那那耶多耶，南无波波地地切地多地那那耶多耶。我还要再念三遍，各位你要负责观想你的祖先啊，祖先，甚至有时候会观想中华民族万姓祖先，就是说你的祖先、先生的祖先、太太的祖先。个人的七世父母，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、堕胎胎儿，累劫累世我们吃了这么多动物了，赶快给他超度，招请他们跟你有关系的。一开始前三遍是法界众生，后面三遍你可以观想跟你有缘的爸爸妈妈的冤亲债主，都把他超度啊，请他们来，我念你们观想就好啊。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坦那耶多耶，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坦那耶多耶，那么波波地地切地多地坦那耶多耶。解冤结来了，希望他们不要吵架。他手印是这样，吵过架散开啊，就叫解冤结。你看到人家夫妻吵架，你在后面念一下啊，帮忙一下。好，念三遍来。嗡三多来切多萨婆诃，嗡三多来切多萨婆诃，嗡三多来切多萨婆诃。开咽喉念这个咒有十种功德啊，不会下三恶道，外表漂亮等等。念一次来，嗡。波波地地，波波地地，切多里，切多里，但他也多耶，但他也多耶。你怕？官方找你麻烦的第四个功德，王官不敢称，做官的做领导看到你都怪怪的，
因为你念这个咒的人呢、啊，你一洒甘露，那些恶鬼到喉咙就马上不吐火，身体就很清凉，所以你的力量很大，所以以后这些做官的不会伤害你，叫王官不敢称啊。第八叫颜貌得端正，他们马上变得很好，永离毛宿位。从今以后，你不会怕孤单，不会怕鬼，不会怕你一个人在坟墓区。但是你要多做，因为你做的时候，你手要点水，每一滴水都变成几百万个太阳的光那么亮，而这个亮度就让这些恶鬼道身体的被火烧，喉咙被锁住，吐火的痛苦变成清凉，嗡波波滴滴切多里那那一朵。好，所以啊，这十种功德各位自己念，手上有没有水啊？如果有，跟隔壁借一滴，有借有还，放在你手上这样，这样滴一下好不好啊？我都用这个的，我这个是几百万滴水的，然后你住越高的楼，面对太阳一定要洒。佛陀说了，太阳越大，鬼的身体越苦。但是如果你对着太阳洒甘露，念开咽喉咒，一凉，马上他们全部人都因为你而得到清凉，对这个功德很大。好，大家点水啊，用点水大部分是倒数第二支这一支，然后点水来。嗡布布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，嗡布布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，嗡布布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。等一下，这个餐厅老板应该每个人付各位1000块，超度费，功德功德啊！台湾知道的，我在马来西亚很多。包括我们内地很多老板学府都知道，师傅来啊，我们供养啊，吃啊喝啊，你们帮我们做一下嘛。因为他们那边杀业重啊，不得不卖海鲜啊，就怕房间有众生啊。特别请我去最多的是那个房间有人跳楼自杀的啊，我、哦、还要供养钞票啊。我要讲不用了，反正我们尽力而为啊，但是对别人有帮助，自己活了才有意义嘛。无所求的啊，他们发水给各位了，对，先不要自己喝啊，先慈悲一下，帮忙发一下好了。念开咽喉咒有十种功德，我们念一下。现在有时间，第13页中间，一毒药不能中，二毒蛇不敢折，三刀杖不能害。是王官不敢称，五众人皆爱敬，六天龙常随护，七衣食西风足，八颜貌得端正，九永离毛宿位，十不受三途身。用传的。那各位先把这个水打开，先做供养。供养，请翻到第6页。水一瓶没多少钱啊，但是却功德无量。佛经说，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回向给恶鬼道，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升天。一杯水，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回向给地方上所有被吃掉的海鲜水产，念一下。海产消业得升天啊！我想各位住在黄金海，很多人来这边吃海鲜呢。我们要负责超度，这个就是佛教徒很殊胜的地方。佛教徒学大乘佛教的都是少数，少数服务大数，大多数。所以佛前供养一杯水，等于念100万遍发财咒；佛前供养一杯水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消业障咒，最快的慈悲啊！所以各位来。水把它打开，请翻到第6页，供水记这么短啊，第6页啊，念一下来。水有八德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供养十方，濯诸恶业，濯诸恶业，六道清凉，六道清凉，然后点几滴出去，嗡啊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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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这边有超度牌位，刚刚我们招请啦、祖先啦、冤亲债主堕胎啦、世界各地，替他们再供养一次好不好？替他们供养啊！来，
为所有六道